嗨，欢迎回到人家情人一奈。今天呢是9月9号，就是我们测距的日子。现在中原标准时间1:41，是吧？好像差不多了。48。现在这个时间算早，因为我们其实是3点才开始，提前先来做一些准备，然后车那边看一下，先把车停好。然后很不出意外的，我的车没电，等一下接完电，我车就会开上来。然后现在呢，我们这几台就先停了。原本是有考虑说，如果下雨要不要取消这件事情。对，虽然看气象觉得会下雨，但是我们都风雨无阻了。对了，对我们来说9月9号比较有意义。对，如果这个日子过了，就再办补办或是干嘛都没有今天这个时候来的有意义。那反正就办都办了。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风雨无阻啦，不管了。对啊，对。那晚一点，我们来一一给大家看一下，说我们这一次来了什么车，然后稍微介绍一下。对。说什么事是最靠北的事？如果你看不到边边也就算了，他妈的只有这里有云啊！你看，有没有看到那个边边写的？刚刚经过了一番努力接电，我的车开上来了。虽然时间还没到，可是车已经陆陆续续到场，然后天气也逐渐不好。等一下晚一点再看一下，希望天气可以保持下去。现在有一种非常不妙的感觉，不过我们刚刚看一下气象的云层分布图啊，应该5点会停一下，真是太刺激了。现在我们要相信科学吗？还是没关系啊，反正如果分析不准，就把阿全的手折一只。我觉得看气象预报总比拜拜有用。也是啦，至少是比较准的。妈的婊子云，真的。现在雨这么大，结果来的人还是很多啊。啊、你要发出声音，不然你别麦干嘛？他妈的！其实我蛮意外，因为真的现在这个雨，据说下到5点呢、啊。看阿全的气象判断准不准？你最好是准一点，不然我待会把你手凹断。但没办法，就这样了。对啊，今天还是很感谢粉丝哦。现在雨下成这样，还是人蛮多的，而且其实才刚3点，真的是抱歉。是我们执意要办，但是我觉得过了这个日子就没这个意义了。那就看不知道谁会待到最后，希望大家可以，我们是一定待到最后，有一点耐心。对啊，就是可以一起到活动结束啦。现在雨终于小了，那个屁大点的太阳现在又快没了。哎、欸，你不要乱讲，等会如果要下雨就死定了。没有，出来都出来了。哎，然后反正现在呢，觉得车啊什么越来越多，陆陆续续来了。对，哎、欸，今天大家很守秩序，我超开心。对啊，真的没什么拉转的，没有，目前是零。对，零啊零。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人拉转，拉转过去大家谴责他，全部人车停好，全部人在旁边看他。可以哦，谁拉转我们家地方一下，原厂嘛。就是车子已经陆陆续续来了，然后阿全可以转一圈，现在人超级多的。对。好，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时间来了什么车，然后晚一点晚上看一下会不会有新增，也是很厉害的车。对，没错。其实我发现我们粉丝很多车都是蛮猛的，他们都一群一群的来，一群一群的。而且其实真的是大家你看在场内移动哦，大家油门都是轻轻的，我觉得这样很棒，超棒的。那看一下，这台是999匹 Supra， 麻烦加41。哦，好，41。然后我们这次来还有利友的 Top Gun 的 A90 Supra， 没错。然后阿古今天有点爬不起来的 GTR， 放太久了没电了啦，放到没电了。还有那个嘻嘻的，哎，嘻嘻嘻的，嘻嘻的小老虎的车，哇，大家这样看我们班，压力好大。然后这个都其实就这就是我们固定班底的啦，段周腾的。对了，很有名的，我们队里很强的 TDRS。没错，那、啊、这个是许久未出现的，也是台湾电八秒的 R35048秒8。这个帮我先马叫他，生鲜那个要自入的话记得。其实有蛮多车的，有像 M6，、啊、这应该不是哦、喔，其实我也搞不清楚。但 CLS63，我觉得也超帅，帅啊，就黑金的，跟那台 M4 一样，只是它的豪沙也都有。这个车我真的其实到现在看我还是觉得很漂亮。那它后面有贴 PFT， 就是台中一间很有名的贴膜贴。对，然后这是我们大哥是对的车，大哥在那。哎、欸，大哥，大哥，大哥露个脸，露个脸，来讲一下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今天这台 Golf 啊呢，开着开着突然就敞篷了，天窗飞走，他原本改探顶，然后他那开着开。
看着探顶就飞走了，瞬间风很大的感觉，淘宝要订一块了，太临时了，他是赶快先固定。对啊，他用胶带贴的啦，事实证明还是要打车身胶，对，一定要连。而且他现在偷改车啊，改那个防滚龙，偷改防滚龙啊你，妈的好骚哦！我觉得这次拆的比较空哎，可是他这样内装我觉得还是维持得很完整一致，很棒。对啊，赞。好，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个就是也是专门挖坑给别人跳的。对对对对，他是坏朋友。坏朋友，坏朋友，出凯凯的车。对，现在目前 GoFar 的记录9秒6，超快。大哥是9秒8，大哥是对，是9秒8。这就是你说的很好看的那台啊。很帅，他唯一很帅。我刚刚来我就有说他这是唯一很帅。还有风刀，我觉得风刀也很帅。哦，我觉得这是唯一一样哦。你看他也是走现在比较新的那种科技。他有做个角度，然后有贴一些贴纸，我感觉就很帅。他走3D 风格，他贴 OD Sport 的啊，其实是不要拍了。其实他们厂车啊，这张是会再更大，所以我是觉得他可以再拉到这样子，可能会更好。可是毕竟人家喜欢，可能就不想要太大啊。我觉得这样也挺好。但其实你这样看过来是帅的，这是我一真的很好看哦。对啊，整体什么都不错。他刚进来我就说，干蛮帅的。对，这个真的很好看。对啊，这野马，对，老野马。可是我觉得这一代的野马其实是我心目中比较好看的，比较好看啊。因为Shelby其实也是外观也是长这样。你们店之前有一台Shelby对不对？对对对，那台也很帅，黑色，而且他把这个前面内雾灯拿掉变进气的，我觉得很帅。很帅。对啊，最近那个车好辣啊。可是这个车其实操控还有动力现在都还蛮不错的。对，其实警察不会开这个追爆改 Supra 啦，可是就是我觉得动力来说其实很够了，而且我发现蛮多人开这个车很强的哦、喔。其实那个新闻出来之后，是啊，很多人开这个车开很快哦、喔。我觉得看到这台阿寇的阿大棒，我的圈我觉得这是经典的三爪的哦，而且它在双门哦、喔，很少很少啊，双门相对少。这个我比较没研究，阿俊比较知道。然后我们看到了一小排 ND Miata， 是台湾的 M5， 对 M5。这个车操控性超棒，这个真的，它马力也很小，可是它在弯道超妈快，快到很扯那一种，乐趣很高的车。它的下坡应该是可以跟保时捷尬一下。MG 是不是可以讲一下这个品牌是？也是有一段时间，是台湾最近这台车很红。对啊，你有懂这个车吗？不懂，不懂，我也不懂。好，那就是 MG 这样。对。这个车最近台湾一直交，就是有蛮多人都开这个车，只是我不知道说我们没有去了解这个车啦。对了，对。可是大家会这么多人去买，应该也是有它很棒的地方。改天我会去晚上再做一下功课。对啊，对。好，那这边一台 F80 M3，对，那这台还蛮漂亮的，看起来蛮绵的。对啊，没有了，是因为唐老鸭。香蕉唐老鸭。唐老鸭看起来太不绵，他那个越南大战徒种。对，这边我们看到一台日本叫 Altezza， 其实台湾就是所谓的 IS200，200、300都有了，可是我不。确定在我知道这台车很多人玩很多人是改 2J 对 2JZ 对我们刚刚可能猜错了，那台是 M6 M6 对啊好抱歉对不起抱歉对不起，他就是听到之后他就把井盖打开，干你公差小干你的 V10 啊可是这代的引擎啊改了管后真的是天籁好听太炸很尖啊太炸，可是它就是 V10 我之前听过最好听的是那个我觉得 LC500 我是比较喜欢这一代的 V10 因为这个真的是听起来太暴力，其实这个最早期台湾玩车可能大概在2000年出头的时候日本 KSG 的排气管改起来改这个车超好听真的很像 F1 你可以去导也要看品牌其实大家喜好不同对因为其实它刚刚来的是很安静的甚至都没有发现其实它是 M6 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大家超级合作的。对啊，这要是我的，不要让让让让哦。所以以后有什么聚会，一定要不要跟他讲，他就是糟糕的、那個。有声音的地方就有我啦，没有啦，开玩笑的。然后这个就是台中非常有名的 JKS 老板的车主，这能讲吗？不行啊，不能说 JKS 老板开992 GT3 是。好，那不要讲，不要拍进去。别讲了，没有啦，其实 JKS 真的是很厉害的店，但我讲真的，他有时候一件衣服赚那个几十块、100出头，其实是很薄利。它设计很棒的，又好穿。对啊，真的。然后就是最近新买的车啦，它很低调了。他刚甚至来了都没跟我们讲他来了。对，没错，它超低调。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台是370Z， 又是大家俗称 Z34。然后它的外观就是全车 Nismo， 我觉得是非常帅。它车牌贴那个，那是他们的店。其实新的 BMW 真的，我觉得设计越看越好。对，那等会晚一点，等车更多的时候，我们带大家再去看看别的车啊。场内其实现在还有很多车辆，请阿全帮我们稍微带一下。那我们
又晚一些，然后看一下有哪一些粉丝，超多粉丝，超多的，难怪我们那大哥是对的那一集这么多人看哦，因为是很多玩家也是，对啊，哦、这边很多 R 哎、欸，很帅、欸，其实这个绿很帅、欸，很帅，银色的163，我现在不敢看不起163，163是那天改一个800多匹，有没有傻小儿？哦，我刚看到一个很酷的东西，我等一下给你去看，我靠，这兄弟车哎、欸，他们一模一样哎、欸，这感觉会。牵错台，拉错车门，哎，哎，我刚发现什么，你知道吗？你来看，除了这两台之外啊，你看它后车厢打开，我刚去尿尿，音响吗？不是音响吧？哇，超狠的，这超大，这车主，这个涡轮是，它是真的涡轮吗？真的，真的涡轮，它有装在车上，有装在车上 ，GS300，哦，车底装刚刚不安软，真的、啊，把它从车上拆下来这样，这有够大哎、欸，这个是支援到几匹的？1200至2000，哦，1200至2000啊，我操妈，这有够大，哎，这个压到脚趾头会断掉那一种，没事，我刚只是去后面尿尿的时候走过来，想说，干，真的假的？它的排气管。哦，它这个是，它是一节一节这样焊上来，焊上来，渗透。那这个应该也都不能从排气管出来，应该是直接接出来吗？还是要一样从排气管？也是有接下去，准备两套，一套是朝上，还一套就走接。走接，这个涡轮要走接，我们是不是大家对走接的定义不太一样？好扯哦，收藏。收藏，你有收藏涡轮的习惯？古董这种嘛，买不到。哦、啊，这一颗也是有装过在车上，嗯，然后就呵就拆下来。哇，那你是疯狂玩家哎，会比赛吗？就装逼哦，改个大概2200匹。嗯，好，谢谢你，谢谢。哎、欸，很扯！刚刚鸭子车库他们来，坦白说，他们这一群人来真的是很帅的，尤其这一台992的 GT3RS， 真的蛮狠的。郭哥，他是我之前在南修的时候认识的朋友，其实南修是可以交朋友的，除了警察之外的。然后后面啊，他们还来了一些 G63 啊、86M4， 然后997的 Turbo， 然后RS6， 他们就这一群这样来。然后后面好像还有吧，只是刚刚没有看到，因为他们都停到后面去了。因为一来很多人，然后我刚获得阿庄送的一件鸭子车库团服，因为阿庄不入境，那他本来都是派第一人称，我就没有想说要特别让他去入境。未来有跟阿庄就接着合作一起拍怎么样的，那有机会入境的话，就看他意愿。各位观众，吉娃娃王，你不是很秋吗？你不是很秋吗？欸、他很凶哎、欸！你就坐着，我等下弹射起步，直接把你给削了。哎、欸，他虽然很鸡掰，可是他每次首播都到。妈，吉娃娃王，网友见面会，哎、欸，本来以为见到面呛他两句他会不呛的，你呛他两句啊，怎样没？今天真的是超感谢大家的，超扯这个鸟天气，然后结果人很多，还是很多，而且车子还是有陆陆续续进来，其实很感动，对啊，超感动，因为有来有走。其实下雨，我觉得大家没有办法好好的聊天，但是就是雨只要稍微小一点，大家就很热情互动，我觉得这样蛮好的。我觉得雨虽然下归下，可是我们大家对车的热爱，我觉得这个火是熄不掉的。对啊，就是玩车的人都一样，对，大家都做得很好，然后聊得很不错，这样没错。如果今天周遭的一些住户如果被我们打扰到的话，我们先跟你们说声抱歉，不好意思。这次的聚会我觉得超满意的。对、啊，人到现在还是很多，因为我们是到9点，其实下雨人会变少，现在才7点半。可是其实呢，这个车一直进来，对，我觉得蛮有成就感，所以还是很感谢大家喽。
个台中知名店家，非常知名，而且工很好，我车给他贴过好几台，那个工保证赞的，敢贴膜给保护这些工啊，什么东西，师傅很用心啊，然后可以拆框去烤嘛，对对，就整理啊，然后这样贴膜什么的 ，PFT 非常龟毛、车主有时候看没问题，他也觉得我觉得不太行，他还是有点毛病，有点龟毛那一种，哦，我还好啦，因为工很好，真的，看起来最近有赚钱哦，哎、欸，还换车吗？哎、欸，他从我最开始认识你是开20，然后 CLS 63，然后四系，然后后面换991.2，然后再换992，哇，人都是往上走的啦。是，那表示什么？其实客人都是会挑店家，会看工的。如果你评价或是怎么样不好，不会一直有人来的。而且现在也越来越多那种像艺人啊、网红之类的，也都有来找他贴，真的很强。人生总要一个目标啦，不要一直停留在原地。下次见到他就开劳斯莱斯了，GT300，哦，立 flag 了。刚刚有一台 Focus 走的时候把什么投币机撞倒，然后他就走了，他直接装没事，我觉得是有点扯。然后我们现在决定就是先报警，然后看要怎么处理，因为毕竟这个不是我们的财务，然后你的事情都要有结果的，你做的事情就是要负责。然后晚一点看一下素材，或是看警察怎么处理，把监视器调出来看一下。结尾虽然现在全身还是湿的，可是很开心啊。对啊，很累啊，真的很累。今天整体而言很棒啊。对，我们这就是散会，我们没办法一一跟大家说啊，回家啦，干嘛的？回家啦，时间到啦。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有旧朋友来的，所以我们也不好意思赶大家走。没错。但是因为车距已经结束了，然后其实警察有说太晚的话，他们会来开始可能会设点。对，然后我们也有尽力啦，因为毕竟我们这次真的人没有想到多很多，尤其下雨人还这么多。对对，很感谢大家陪我们淋雨，真的感谢，真的很棒。我觉得这次只有一个那个福特 Focus 那个幻彩白的，请勇于面对，好不好？你把出口的那个撞倒了，做事要承担一下。对，至于其他，我觉得进出厂大家都真的算整体而言。配合了，对，我觉得现在这样也不错啦，只是今天唯一比较不好的就是天气。对，天气真的是唯一比较不理想。进出场整体而言，大家真的是，我觉得进场啦，进场是100分哪分？进场满分100分，应该有个163分了。我觉得有。然后离场的时候，有一些车友稍微脚有一点忍不住了，可是因为我觉得啊，对，就是小可惜，因为有的人可能觉得我要走了，没差就吹下去，对，稍微有一点小声音，脚有点。忍不住了，对啦，这就是我觉得稍微小可惜的部分，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尽量不要，没有那种来回吹的啦。可是我觉得，就不管是我们办的聚会，任何人办的聚会都一样，对，你进出场就是不要去造成主办的困扰，其实这样子台湾玩车风气相对的也会越来越好，对，因为你离场，说真的，你吹那一脚，或许你觉得反正我要走没差，可是其实相对的会影响到还在场内的朋友，大家在聊天的机会，因为相对的越多人这样子离场那边吹一下吹一下。
其实警察就会来。对啊，是说还好这一次是没有来赶人。对，警察只是说，哎、欸，时间差不多喽。对，因为也晚了。对啊，这次主要没有被找麻烦，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已经好很多很多很多。没错，而且你看哦，我们散场散到晚，现在才10点而已，已经是晚喽，没人了。我觉得是很大家很配合，一片宁静，有没有？而且其实大家就是，我觉得这虽然是我们办的聚会，可是其实车往那边一停，大家聊天啊，然后找朋友一起来啊，然后东西很棒，干干嘛的，我觉得氛围很好，氛围很好。今天整体有点氛围很好，而且看到大家跟我们一起淋雨，真是超拍水。对，当然我们现在也是全湿了啊，没有是干的。对，嗯，有点硬，可是又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因为这个九月九号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日子，没错。然后之后我打算先去吃饭，好饿。对啊，那我们下一次有办活动啊什么的，也请大家踊跃参加。来，我们的呼吸，他今天车修到一半跑去烤肉啦，烤肉啦，不揪下流啦，下流啦，呼吸呀。那喜欢再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喽，谢谢大家，拜拜。Bye.欢迎回到 NH99。 今天我们来了一台 A90， 这是我们之前改好的车啦。然后这一台呢，我相信很多人在 SGT 一定有看到过。